那我相信呢，今天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哦，心都特别开，心都特别的心花开。这样带来这首非常轻松的台语歌曲哦，就叫做《心花开》，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，让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来慰劳一下自己2015年的辛苦哦。那吃完这顿饭呢，记得要回公司好好的努力打拼哦。好，带来这首台语歌曲送给你们，谢谢。